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，必须统筹兼顾，整体推进。没有发展，就不能聚集起绿色转型的经济力量。忽视民生，就会失去绿色转型的社会依托。我们要准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理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协调好经济增长、民生保障、节能减排，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，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。